台电核二厂的用过核子燃料干式储存设施，是将用过的核子燃料棒及合成燃料束置入 1.6 公分厚的不锈钢密封钢桶，并灌入惰性气体密封，阻绝放射性物质释出。密封钢桶再置入钢筋混凝土的混凝土护箱，它内径 1.87 公尺，外径 4.25 公尺，高 5.99 公尺，重183公吨，内衬还用碳钢阻挡辐射，上下留有空气进出口，借空气对流移除热量，不需要水来冷却。核二厂的干式储存设施将有27组混凝土护箱，每组盛装87束用过核子燃料，共计可储存2349束用过核子燃料。看似铜墙铁壁，但干竹筒最怕盐分腐蚀。台电监测北海岸的年平均绿盐沉积值，推估干竹筒寿命可达50年。不过学者说，当地2013到14年的绿盐沉积量是台电监测数据的10倍。依日本标准，干竹筒只要9.6年就会开始腐蚀；依美国标准，更只要1.2年。